Hello, blues riff time. 1, 2, 3, 4. Okay, another blues riff time. 又开始我们的 blues riff 的弹奏的时间。然后这一条练习是这个20条 blues 练习的其中的 beginner level 的第五条啊，也是我的 blues riff 的第六条。OK。好的，我们从头来看，这也是一个典型的12小节的一个 blues 基本结构。然后头4个小节都是在一级，就是一个E调 blues 啊，都是在E和弦里面。很明显的一个E属七结构的，一点变化哈，对吧？然后第二小节的时候，它在末尾加了一个加了这样一个小尾巴，这一段呢其实来自于 E 的一个小调谱音阶啊，相当于唱名像 Redola 一样 Redola， 或者你按照这大调的唱名是发降咪哆 Redola， 大概这个样子。然后呢第三小节又重复了这个 E 属七的这个变化，是吧？你摁下去的时候，你这个一二指摁下去的时候，它分别是 E 的大三度的那个音，就升 G 和它的本音根音，抬起来的话就变成了那个小三度的那个音和一个小七度的音啊，都是那个 E 属七和弦里面的，或者说 E 那个升降九吧。主和弦里面的变化音。然后到第四小节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加了一个这个你也可以给，你可以给它认为成来自于 E 的大调 blues 的一个音阶的来源吧，这样吧。按照大调blues 音阶理解，它是一个降咪，然后哆。这样的声音在布鲁斯乐剧里经常会听到，所以它第二小节的尾巴那个这个和第四小节分别是来自于 E 的小调布鲁斯音阶和 E 的大调布鲁斯音阶啊，这是我个人的理解。那所以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理解，就是布鲁斯音乐它是经常是大小调它要混在一起。然后往下第五个小节就是按照 blues 的结构，它要到四级了，要到 A。它又来了一遍这个，和第二小节的一样，是吧？然后没有奇怪的，然后又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那第七小节回到 E 和弦，第八小节还是 E 和弦哈。第八小节的尾巴是这样的，这也可以认为来自于小调的那个 blues 音阶，是吧？是它的小七度，然后变音小三度这样的一个音。然后后面五级，这是一个 B 和弦的简化。我们一般摁 B 和弦可能会就是，对吧？会摁一个从五弦开始，它有一个。2102这样一个手型啊，用4个手指头 B 属七，但在这里面它就没有用食指，它也没有用无名指，它只摁了2个指头，五弦和一弦，它就是一个简化的 B 和弦。然后 A 属七，然
然后第十一小节一个长的 riff。 那么这明显的是一个 E 的小调的音阶，或小调的如果不看这个啊半音，这个 push 弦，这个拉弦，这个状态，它就是一个 E 的小调音阶啊，或者你可以说它是无声音阶里面的这个语调式 E 的语的调式，语调式，语就是相当于拉，把那个语就相当于拉，把 E 当成拉。哆啦嗦咪瑞哆啦嗦咪瑞哆，对 E 的无声音阶与 E 的 blues 音阶之间关系非常紧密。好的，最后又回到了一级。那今天这个乐句里其实可以学一个 E 的一个基本，就是比如说你在弹 blues 伴奏的时候，它提供给了你的一个基本的伴奏的形式，比如说一旦你遇到 E 的属七和弦的时候，你可以这么样处理，是吧，可以这样处理，或者你自己加一点变化，比如说我做一个根音和那个五度音的变换，就是我先弹根音然后再弹五度音，对啊，可以。作为一个伴奏肢体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肢体吧，就是里面又会有这个大小三度的变化，又会有根音和小七度之间的这个交替出现，就制造了一个E属七的这个属性，就表示得很清楚了。对吧，你不能所有的东西都这么扫兴。对，一个这样的思路，我们试一试把它变化变化。如果四级的话，我这平移呢，它就变成这样了。这样一个思路啊，一个基本伴奏的一个思路。好，那么这个 Blues Riff 的第六课我们到这里啊，最后还有一个下面我这个有一行英文的注释啊， Try to keep the pull-offs even in this piece as if it is easy to rush them。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做这个 pull-off 的时候啊，它这个 pull off 这就是当一个名词来指的这个拉弦这个动作，就是勾弦的这个动作。比如说这个第四小节的尾巴，哦不 no， 这是一个G弦啊，比如说第二小节的那个小尾巴，这个哒哒哒哒，这个二品到零品它不是一个 pull 吗，是一个拉弦的动作，这个中指要有往下一点点，这个力量一点点啊，这个拉弦的力量。他说的是你拉弦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注意你弹出的音符是平均一点，你不要因为这个拉弦的动作可能你使了过多的力量，本来这个音乐是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到这里哒哒，就是把音符变快了或者怎么啊。他说 as if it is easy to rush， 就因为就是你很容易就是把这个地方处理的好像过于就过于用力啊，或者这样状态。好的，那这大概就是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让你注意一下这个拉弦的这个动作。 OK， 那么 Music 第六课 Blues Riff 的第六课 Sower。 如果呢这个 Riff 的教学有帮助到你呢，请你点击订阅，按个赞，然后这个谱子大家可以去下那个 app， 去下那个 app， 20 acoustic blues riff 这个，或者呢去到我的微博上去找这个谱子，然后我也会给它贴出来，然后微博的名字是 Zuzic ZZUSIC。 OK， thank you。